大家好，今天是2021年的4月23号，星期五，120分钟线在我们众目睽睽之下，比赵丽颖离婚都难是吧？两次差了0.几，一个点是3000分之一，3470点，3000分之一，差了0.2，就是万分之一的这种比率，连续两次。今天中午是吧，又高出了0.6，昨天呢高出了0.2。当然，这个收盘的时候呢，还是没有形成120分钟的顶部结构，因此呢，就是说大家在这个事儿上已经能够充分的看出来，不猜啊，不猜，结构形成或者消失不猜，市场最终会是有结论的，没有意义，不到最后一刻无法见分晓，是吧？不到最后一刻无法见分晓，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，这一周啊，没咋动是吧？这一直横在这儿，略向下倾斜，然后呢，很早就出钝化了。之后一直不形成结构，但它也不消失。像这种速度的话，那下周可能就是形成结构的概率仍然是大概率，除非它向上，就出现那种明显的上升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，这如果是上升的，然后是横盘，后面跟上升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。那现在有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先形成小阴线，注意啊，小阴线就有可能形成结构，然后再向上。那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呢，你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的呀。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呢，就是。结构先形成，然后再钝化消失。那鱼操作只能对应的一个操作，就是先卖出，然后再买进。先卖出，然后再买进，但没有别的办法。包括这一周也是，我们回忆这一周呢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假如说突破趋势，我们买入120分钟结构形成卖出，你看差那么零点几，昨天收盘，今天中午又差了零点几，那就代表它形成结构的概率很大呀。我刚买，然后就卖，这在很多人。脑海里，他就无法理解这种操作，对吧？空间上可能没差什么，从指数的角度来讲，空间上可能没差什么。但是呢，你只有执行了这一次的操作，你才是完全的遵守规则。一买一卖，空间上没差什么，可不等同于不买不卖呀，这是两回事呀，好吧？所以能说的不多，60分钟、90分钟日线都不用看，唯一要看的120分钟结构，迟迟不来，但也迟迟不走。迟迟不来，但也迟迟不走。下周初继续关注120分钟的顶部结构的情况，钝化到底是形成结构还是钝化消失？下周继续看120分钟就完了，也简单，能理解的打一。没什么其他的要讲的，大盘能说的不多。今天周五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下周钝化消失的点位，下周仍然是结构形成的概率大于，至少周初是这样，就周一是这样，大于钝化消失的概率啊。今天你看啊，这么折腾就涨了1个点，从8 DF 值8涨到9是吧？但是你这120分钟能在这横这么长时间，可是不易是吧？不容易，120分钟来个中阳线就没了。对呀，你看啊，如果来个中阳线钝化就消失，中阳线是不是需要上涨？需要上涨才消失，那就变成小概率了嘛。我们现在能得出这个，从周一的角度来讲，结构形成是大概率啊。但是呢，我是说在这里啊，结构形成或钝化消失，都不是那种，一剑封喉的地方，我好像前两天谈到过这个词是吧？我说这个，有人说，我记得学员说，封自己的喉，我说封自己喉那剑太长，那啥，用着不方便，还逗这个事儿。所以这个地方它不是特别关键的地方，也没有统计学的概率优势，它形成结构或不形成结构不起到决策性作用。我们也没有方向性的，就是一定会向上或向下或方向向下的这种提示，这种预示，没有概率优势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是。你别多想，就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就别多想，形成结构我们就卖出，钝化消失我们就继续持股就完了。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形成统计学的概率优势，那这里很明显的不是特定的时候，好吧？三大指数都突破双趋势了，是不是加速上涨的概率大了？我们不用考虑三大指数，就单纯考虑上证指数，前些天还突破双趋势呢。那说破位双趋势，它也破位双趋势。这里虽然说突破双趋势，那你保不齐又再破位双趋势，这个事儿啊，你这个。我刚才说了啊，没有概率优势，你怎么还说概率大呢？那还去股指日线底背离，你不能看多个指数啊，看多个指数，我说你得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，对吧？你创业板指数这一波就没高点，没有顶背离，难道你不卖啊？没调整啊？你判断不能那样啊，就单纯的判断一个指数就完了。我嗓子还是有点嗡嗡的，是吧？嗡嗡的。中阳要两根，大阳一根才能消失。中阳它也对，中阳呢，它其实就是后面的要求小，当根不一定能够消失。后面的要求小，鼻音好重，对，感冒了吗？它肯定是没有解除风险了，120分钟的钝化肯定是没有解除风险。八然后到九，
但这个120分钟到9呢，它其实还是不大，对吧？8.7到9.17，也就是说它波动了0.5，最高的值呢是12.45，现在是9.17，至少差了三，0.5呢就是7个周期，那7个周期里，按照现在的速度都在缓涨，那么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，是吧？要么就向上加速，要么向下加速。但目前来看呢，就是向上呢得涨一段才能钝化消失，向下呢就一点点就结构形成。所以我说结构形成的概率，在周一来讲仍然是大概率，能理解吧？这空间的就最简单的判断方法了。什么时候老师开策略会？我说我这个差不多2年没招新生了吧？上次开策略会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记不起来了，是吧？那么这不关键啊，这不关键，就是说我们开策略会得出来的结论，跟我们日常跟大家讲的结论完全一样。我不可能说是有一些什么结论我放到策略会才讲，我这日常不给大家讲，不存在的，注意啊，不存在的。我每次都跟大家讲，跟咱们学员更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能说的肯定全说了。所以策略会不策略会，对咱们学员影响不大，好不好？今天个股不给力，对，分化吧，个股不给力。现在就是到学员区里来，得自己找进来，我们不做任何推荐。这有多长时间？有2年了吧？不推荐，爱来就来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就是这2年的时间是走的人比来的人多，走的人比来的人多。但是呢，我其实也一直是这个想法，就是不适合这里的，或者是你对这个方法论啊，或者是规则啊，没有那么大信心的，这里帮不到你的，离开也挺好。这也是符合我的一个标准。我一直是说啊，我说余生呢，就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儿，只要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可能未来还是不会，除非什么呢？除非公司需要说这个收入锐减，公司说员工开不开工资了，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在乎自己的感觉了，你们能理解吧？就是我就不要在乎太自己的感觉了，你考虑到其他的人的感受啊，那个时候到时候再招生，到时候再说。所以现在来讲呢，就这样挺好，活到了一个自己很舒服的状态。身边有阳光，眼里有光芒，心中有向往，和舒服的人一起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。老师怎么说的那么实在？其实不够实在啊。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朴树，他这个就快成仙了。他写歌的时候就类似于写一首歌，然后呢，他也是啊，不愿意跟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所以他很少呢这个抛头露面，是吧？后来又写一首歌《平凡之路》，然后又还没买房。我记得有一个电视采访说他买房，没买房，就整个一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的一个。后来参加节目问他，你这为什么来参加节目？这好几年都不出来了。他说当着电视节目摄像机的面说的，我最近比较缺钱。后来呢，发现是他一个吉他手还是贝斯手啊，一个乐队的成员去世了，需要安顿他的这个乐队成员，所以不得已才出来赚钱的。所以如果你发现了他的真实呢，你就会发现我的这个真实呢，一对比就是吧就不行了。但是我也是很真实的一个人啊。宁静祥和老师，你能不能点一次名让我开心一下呀？开心吗？快不快乐？开不开心？好了好了啊，别每个人都点了，这点不过来呀，这是。首先来讲呢，就是说这一波调整就很奇怪，是吧？如果还有个底部结构，其实就差一结构，时间、空间全部到位，就差一结构。有结构呢，我们就可以判定调整结束。结果呢，你说现在来讲呢，就判定调整结束也很奇怪，因为我们本来判断是一个月的调整，结果它跌了14天，14个交易日，就一步跌到位。但是你说它一步跌到位吧，它现在的涨的又是缓涨，很难受，知道吧？很难受。所以现在来讲呢，我能给出的建议呢，就是干脆我们不判断它处于调整过程中还是上升过程中，我们就两眼一抹黑，按趋势、按规则来，对吧？你想想，我最终得出这么个结论来，顺其自然，来啥接啥。那大盘你说怎么办？从3月9号到现在就一直缓涨，涨的那个速度啊，这周我刚讲完这120分钟横在这儿了，是吧？第一天大盘没动，指数涨了0.01，百分比都不好算。第二天，距离结构形成差0.2个点，都不是差1个点，一共3000多个点，差0.2个点。今天中午差了0.6个点，尾盘也只涨了几个点，全天怒涨9个点，是吧？所以像这种速度，你至少不能称得它是个快速了吧？这么缓速的一个上升，从3月9号一直缓速到现在，3月9号之前那14天嘁哩咔嚓快，然后呢，现在呢就是反反复复。倒是应了我那句底部震荡了，是吧？但是我也没想过震荡这么长时间，从3月9号到现在了，马上快5月9号了，都震荡了这么长时间。所以现在来讲呢，就是我个人认为呢，就是说我们最开始判断的那个调整范围呢，在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讲是有可能超过去了，超过时间和空间的一个范围呢，就代表了它有可能不再走下跌周期了。但是我又不能确定，怎么办呢？其实我前就是这个
月初的时候啊，特别希望能够创新低。创新低代表调整一个月，那我们判断一致，空间单一测底判断一致，结构再出判断调整结束的点，那个时候呢就特别好判断。现在来讲就比较复杂，比较复杂其实但不难，复杂的事情可以简单化，简单化简单到最后到现在为止，简单到60分钟90分钟日线都不看，120分钟结构为准，你看这都已经多简单了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，对吧？股市真是太磨练人了，让人无语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两个字，而且只是这一个阶段，你不能说你看到的这个阶段，春节之后到现在，很磨练人，很让人无语，就认为股市都是这样的，那不成瞎子摸象了吗？吃完四面水饺去摸象，最终结果就是这样。现在不是，现在只是股市的一个过程，其中的一个过程，也不是特别恶劣的过程。你除非没有经历过那个恶劣，是吧？那个，你看那个道琼斯指数，包括就是去年年初那一波，是吧？我当时说，我说道琼斯指数它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一步跌到位。我当时用日线的九转序列低九来判断道琼斯什么时候止跌，大家记得不？当时也是急跌，急跌之后按国内股市呢，通常是急跌反弹，然后缓跌，然后筑底，对吧？但是我跟大家说，我说道琼斯的走势呢，从历史的特征中它就不是这样的，它就是急跌没了，底部抄得到就抄得到，抄不到就那个日线低九错过去了，你要等结构，对不起，不给你结构，一步跌到位，然后涨得很缓慢。我还说了那波这个疫情下跌之后后面的走势，对吧？我还跟大家说，我说道琼斯会涨得非常缓慢，但是呢它天天涨，哼。一直往上涨，对吧？我说这不一定再回去再看那个新低点了，它应该是这个急跌然后缓涨。那如果从这种走势来看呢，就是 A 股出现一两次这样的走势是很正常，包括现在的这个走势，急跌，然后呢在底部震荡，逐渐的抬高，然后呢，你觉得现在速度比较缓是不是？一个不注意开始加速，嘁哩咔嚓的。那你说现在目前应对这个目前的复杂走势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就是别多想，我们就按规则来，能确保你没问题。那有确保你没问题的这个方法，你干嘛想那么多？不累吗？对吧？没必要多想，来啥接啥就完了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今天不多讲了，15:56，今天周五，然后呢，行情走的也是比较简单，下周呢初呢还是主要看120分钟的结构的情况。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周再见。